高挑的身材比着修长的双腿，甜美的容貌，傲人的修为，是每个女孩子都梦想拥有的吧。在娱乐圈还真有这样让人嫉妒的泪流满面的女明星，下面小编就来盘点一下脸蛋美 S 腰大长腿体育一身线上演的女星都有谁吧。林志玲，尽管林志玲到了一半年龄了，却还是少女的身材。林志玲仍然是无数男人心目中的女神，人美声音甜，心大腰细腿长，这么每个女人都想要的优点都挤在林志玲一人身上，难怪能火这么多年，估计还会继续火下去喽。张子林，号称肥皂杀手的张子林，不知道接了多少女明星的黑名单，但是运动员出身的底子好，怪得了谁呢？身外的身高和长腿也不是能选择的呀。古力娜扎，一见二红，翻身高的古力娜扎不仅人美腰细，更是拥有一双修长的大腿，立体的五官背上八臂眼，简直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公主。关晓彤不仅仅是国民妹妹，还是电视剧里的女儿专业户。最主要网友给她的评价竟然是颜值关键词，腿腿腿！九七年的小鲜肉竟然还不到二十岁哦，就有了无数少女羡慕的大长腿。据说关晓彤的腿长已经接近110公分了，变形专一，怎么穿都长得又长又直，美得不要不要的。林允，说到90后的大长腿，当然少不了美人鱼新女郎林允了。独特的清新长相简直是圈里的一股清流啊！况且她的美腿还特别长，她扮演的美人鱼摇头摆尾就能掀起天堂之浪，难道不是靠她的大长腿吗？鲍蕾，陆毅等上大学时期就被鲍蕾的大长腿迷上了。鲍蕾不仅身材高挑，更是有一双长腿，完美的修饰了身材比例，貌似大长腿都凑到了一家。陆毅也是大长腿帅哥一枚哦，以至于贝尔和米米被完美的遗传了爸妈的好基因。一家子大长腿，底子好，原来还可以这么任性啊！五个词，九头身美女，这个名号不是随便封予的。吴佩慈的确身材比例完美，她有一双美丽的腿，是胸腹和腿的黄金三比例，一是七分零肌肉，二是脚踝的紧致度，三是小腿度较高，这三点在她身上都完全完美的展现出来了。刘雯，大苗姐刘雯本身就是文明超模，她可是身材比例吧，简直是绝了，两条大长腿放来放去再相近。大表姐的距离也是极佳的，两个可爱的长腿窝又优雅又可爱呢。妮妮凭借电视三钗爆红的宝女郎，妮妮有完美的身材，白皙修长的美腿，更是闪瞎人眼，一对媚眼风情万种。妮妮的街拍造型百变，成为无数女孩模仿的对象，长得漂亮，身材还那么好，怎么拍那么好看呢？杨幂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，漂亮极了。超高的颜值征服了四海八方的观众们，超棒的衣服也是称霸时尚界女王。大幂幂的身材凹凸有致，丰满的上围比心系的腰肢端庄完美，一双大长腿可以轻松 hold 住各种类型的服装。